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整个咖啡馆笑到晕厥？没帮我点饮料吗？对呀，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分手总要有理由吧？你是不是你嘴里老是有一股大蒜味啊？就因为吃了蒜要分手啊？渣男，干嘛跟我分手？我怕我妈知道。你怕你妈知道？我都不怕我男朋友知道，你怕你妈呢？小姐，您怎么在这里？老爷说让我带你回去，还有他说以后别让你再做女扮男装的事情。知道了，讨厌了。